麦氏钻研烘焙机械制造生产起家，早在1979年创立，起初是以 OEM 代工生产为主，于1996年创立全麦自有品牌。对面包店而言，搅拌机是做出好面包的第一关键。我们有多款机型可选择，随着数位发展，全麦数位面板全新设计，提升数位功能，可设定十足搅拌流程。螺旋搅拌机适合面包店搅拌较重的面团，依主要生产品项及产量和生产效率满足客户的需求。直立式搅拌机主要是以制作蛋糕、喜饼、馅料搅拌为主，采行新式运转设计，依容量由小到大可选皮带式或齿轮式，另有双球式适合制作蛋糕汁蛋白奶油打发使用。全麦台湾首创研发全自动面团分割滚圆机，由程式控制操作，可快速平均分割成小面团并搓圆，为你有效节省时间大量生产。另有经济型半自动机型可选择。全麦分块机系列采油压式，可依客户需求切换分块模式，可节省人力生产时间。油压系统能够高效产出块状面团，刀具经过不粘黏面团处理，分割重量平均，单人即可操作。搅拌后的面团再搭配全麦整形机将面团成型，以搭配制作不同尺寸的面包或吐司，适合面包店用的小型整形机，配备两组整压滚轮，依需求改变整压面团厚度方式，可选择整压面皮或卷起整形。接着面团来到发酵阶段，全麦全系列发酵箱可依需求能够设定控制发酵温度、湿度与时间，让酵母得到最好的发展。最后进入烘烤，全麦烤炉可依你不同烘烤需求选择加热形式与选配功能，数位控制面板可精准控制温度，烘烤出温暖美味的面包，让消费者尝到最直接的美味。我们的设备100%台湾制造，通过许多国际认证，全麦专业客制化为你量身打造专属的面包店，全球1/3的国家正在使用着我们的设备。全麦是你最佳的烘焙伙伴。